会算账了。所以我如果要是对过去的30多年，欢迎回到演播室，热点财经新闻深度讨论，这里是财经大迹象，我是主持人 Ashley。今天我们连线到趋势分析师严霄峰，您好，严老师。啊，主持人好，大家好。随着疫苗的快速普及，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影响已经逐渐变得云淡风轻。那么严老师，从加拿大方面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加边境大概率将在8月初重启。您认为本次的解封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我觉得是谨慎的啊，这个逐步的解封，这样是比较理性的啊。很多人实际上对这次加拿大的解封啊，有非常大的一些疑虑哈。你比如说这个加拿大不是到下个月啊，如果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那么就在8月9号，这个美加边境就会全面的开放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到9月初的样子啊，逐步的对其他的这些国家开放，包括旅游，包括旅行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投资会议，这些都要逐步的解开。那么在这之前呢，其实英国啊已经在这个月啊准备在这个月的19号啊要开始逐步的这个解封。但是呢，很多人实际上是提出了有自己的担忧了啊。咱不妨就是做一些盘点了。第一个担忧呢，就是你比如说美加边境啊，美国那边现在的疫情还是很厉害的啊，每天几乎都有这么3万啊，高的时候可能甚至到7万多啊，这样的这个染病率啊，个案的数量还是很大的。当然呢，这个相对于这个高峰期已经回落了不少，但是仍然会有很多人会担心美国的疫情呢会传到这边来啊，尤其是美国现在的这个疫苗的接种率啊，就是到了一个瓶颈啊，它仍然有35%的人是拒绝接受任何的疫苗注射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加拿大这个现在已经是疫苗接种的模范国了啊，很快就要就接受第一针的人很快就要突破80%了啊，这个胜利在望啊，大家加油啊。但是呢，美国那边呢就有很大的阻力，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如果要是美加过几天就要开放了，开放了以后我们怎么来防范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啊。那么第二个疑问呢，就是认为这个美国那边过来啊，包括全球的这个游客啊，旅行旅游的啊，参加会议的人都过来，怎么来能够甄别他们的疫苗护照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有一个概念叫疫苗护照，凡是接种了这个疫苗护照认可的这些疫苗的这些人呢，就可以免除隔离啊。那么这很多人就会问了，这个疫苗护照会不会造假呀？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德尔塔病毒之所以流行，很多都是因为有人造假这个自己的病例啊，包括这个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前段时间哈，印度的航班上啊，整个航班有很多人都是最后发现他的这个注射疫苗的这个证明，或者是他的这个健康证明，很多都是被啊造了假的啊，很容易买到在当地。这些问题都来了啊，那么更深一步的问题实际上是针对疫苗本身的一个质疑。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新的变种病毒出来了以后，致使很多啊人都怀疑说，这个无论是辉瑞啊、莫德纳，还是这个现在已经不怎么用的阿斯利康哈，他们的有效性到底有多高啊？啊，这些问题实际上大家都会逐步啊，随着这个放开以后啊，大家都会慢慢的开始啊警醒，尤其是开放以后，毫无疑问这个染病的病例数会越来越多。随着染病数的这个增多啊，很多人都会说，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完全要把我们的生命线寄希望于现在的这个疫苗身上呢？这些问题就都来了。所以即便是开放，那么仍然有很多的这样那样的疑问。所以我刚才说了，我们对美国也好，对全球也好，这样的一种开放是一种谨慎啊，逐步的放开，而不是一下子全部放开。大家都知道这个放开啊，实际上是分两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呢，就只是开放边境啊，然后开放部分的公共场所，包括什么餐厅啊包括电影院啊这些啊，属于这个部分的开放。即便是像电影院这种地方，餐厅这种地方也是限这个位置的，不是100%啊。
你的这个上座率也好，你只能保持60%-70%啊。这是一种叫做这个半开放。全开放什么意思呢？就是英国现在试图要全开放啊，就是甚至连安全距离都不要了啊，口罩令也可以取消啊，包括这个大型的，包括各种各样的 party、各种各样的音乐会啊，都可以举办，这就是全开放。那么我个人认为，全开放还应该谨慎的观察一段时间，不应该那么快就用这样的一种比较粗暴的方式就全开放了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主持人。那正如您所说，本次解封基本上是木已成舟。那么，为什么北美以及西方各国都不顾再次疫情爆发的风险，以及 Delta 变种病毒的再次升级而全面重启？他们是怎么想的呢？对，这里边有一个关于防疫的一个逻辑的深刻的一个转变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实际上关于疫苗的有效性的质疑啊，最早是发生在这个。我们最早实现所谓群体免疫的以色列啊，当时呢，以色列就接种率很高哈，疫苗接种完了以后，哎，最后以色列公布的数据呢，就说，Pfizer 就这个辉瑞疫苗他们接种的啊，它的有效率不是它这个公司本身说的96%啊，而是只有64%啊，也就是说64%，如果你要是减一下的话，也就是说有差不多36%的个案的实际上它是无效的。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美国最近这个 CDC 啊，就是它的疾控中心的官员啊，发布的一个说法，就是按照现行的这样的一个注射量，我们是无法保证那些免疫低下的人群的这个健康状况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只是打2针的话，很多像什么慢性病的这个患者啊，就是免疫力长期处于低下水平。器官移植的这些人啊，还有包括一些就天生基因上可能就是无法抵抗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些人，可能就无法保护了。这个实际上意味着一个什么一个深刻变化呢？就是一方面，这个官员们啊主张要全面放开，因为他们的推动力实际上是经济啊。如果要是不全面放开的话，包括各行各业啊都要受到严重的打击，我们已经承受不了。第二次关闭，然后再这个发4个月的紧急救助金啊，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一种冲击了。那么那时候的股市是没法看的啊，所以官员们要推行这样的，为了经济哈，为了就业，要推行这个逐步的开放。但是呢，科学家呢却又提出了质疑，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公布的数据，并不像啊疫苗公司啊发布的那个报告这么高的有效率啊。至少以色列它是出来跟大家说没有那么高啊，不是90%几，而是只有60%几。哎，但是有一点，就只要你接种了这个疫苗啊，那么它这个患重病的，也就是需要住院的啊，这样的比率呢会大大降低。也就是说90%几的人，你即便是没有防护到，最后被感染了，但是呢你不会得重症。啊，那么美国出来的数据也是表明了这一点啊，就是很多美国进了 ICU 的啊，包括这个死亡的病例都是完完全全没有接种的啊，只要你接种了，它就不会啊，对，有所保护。所以这也是提醒了我们每个人，不管怎么样，哎，要相信科学啊，即便是没有那么高的保护率，我们也要去接种，至少我们不会患重病，至少不会留下这种。后遗症啊，最近还发现这个儿童，虽然他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住院的人数，一旦患病以后啊，但是儿童会有说是这个精神方面的一些后遗症啊，这些大家现在还要这个逐步的观察啊，这个事态的这个最后出来这个结果，但是毫无疑问就是你接种了疫苗，你就是一个轻症状，轻症状它就不会留下很强的这种后遗症啊。那背后的这个转变啊，我们回到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防疫的一个逻辑上的转变，就是。你该打疫苗的，你就去打。你要是不去打疫苗，对不起，我就保护不到你了。你可能就是那30%几的不被保护的人。那么一旦发生这个重症甚至死亡，那就你自己个人要负责。第二呢，就是社会必须要 marching on 啊，必须要往前走，不可能再停下来，再第二次关闭。那么有一些真的是天生的基因上，或者是这个身体上。没有办法的人，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就是要
千方百计的要小心，因为这种情况下，社会实际上是保护不到你的，就像流感病毒一样，它实际上是保护不到你的，你必须得自己加以小心来防护。即便是你接种了两剂疫苗，到公共场合你也要戴口罩啊，就尤其是这样的人，刚才说到长期的慢性病啊，免疫力低下，或者是器官移植，或者是基因上本身比较弱的啊，这些人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这就是这个防疫的这种逻辑变化以后，我们背后啊，这种防疫的这种逻辑变化以后，我们每个人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尤其是那些这个比较弱的那些人啊，因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好像就是两种的抗疫模式哈，西方呢是叫做科技派啊，靠这个疫苗来实现群体免疫，那以中国大陆为代表呢，就是体制派啊。我就是完完全全这个用这个14天、21天隔离的方法啊，或者是这个封锁边境的方法啊，这两种这个方式现在看啊各有优利弊，但是西方毫无疑问是无法抄中国大陆的作业的啊，也就它只有这个办法，就是刚才说到的用这个推广疫苗的方法实现这个开放，来救经济，来救这个就业，否则的话啊，不能因为少数人啊。最后把整个的经济都拖垮了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的变化，我觉得是每一个西方国家现在不得已的一个办法，也是未来变成一个主流吧，或者叫做新常态啊。好的，您刚刚从国际的一个宏观角度去分析了解封背后的逻辑啊。那作为一名普通民众，在全面重启后，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是坐以待毙，还是有什么方法来减少影响？那么如此一来，是不是久违的经济繁荣将会再次回归呢？我觉得是这样哈，有一个基本的观点，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认同了，就是我们要与病毒长期共存，不要再说战胜了病毒，这种话实际上现在看来是不切实际的，你不可能战胜它，就像我们现在不能战胜流感一样，每年不都有1号流感、2号流感，对吧？都会有这样的这个防疫，这个形势嘛，所以呢，我觉得每年这个疫苗都会有新的。这个叫升级，随着病毒的升级而升级，说不定以后我们真的是每一两年都要去打一次这个防疫针啊，这个变成了一个新常态。那么慢慢的呢，它就变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之一了啊。所以大家对这一点，我觉得我还是充分相信我们科技进步的这样的一种力量的啊。尤其是这次 mRNA 的这个疫苗，它的的确确是。足以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这么一次大的一次创新啊！我们要相信科技的力量，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就是我们那些这个刚才说到的特殊的群体，尤其是慢性病的患者，尤其是器官移植的患者啊，还有包括基因上本身可能会比较弱的这些人，要特别特别注意，因为一旦被这个病毒扫到你的话，你即便是打了这个针。一旦被这个病毒扫到的话，很有可能你就是进了那个重症监护室了。所以像这些人，可能啊，就是以后一个是少参加这个 party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公共场所尽量能够戴口罩就戴口罩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哈，对于99.99%的人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看淡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常态，我们不可能再回到。2020年那种恐慌，股市也恐慌，大家日常生活也恐慌，各种恐慌，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那个时候。而且从现在的各国的防疫来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大家呢，就是要放宽心，该工作的工作。很多人啊，我知道啊，这次放开了以后，很多地方实际上不是这个失业的问题，而是招不到工的问题。大家注意到没有？包括像这些。旅游啊，餐饮呐，很多行业实际上现在是严重的劳工不足的。我就记得这个一个小老板啊，就应该是在温哥华 downtown 的一个小老板说以前啊，我们这个员工啊，这个都干得挺起劲儿。疫苗一来，这个病毒一来以后啊，这个他们就回家去领那个 CERB 去了，紧急救济金去了。领完 CERB 呢，还有 CRB 啊，然后还有这个 ER 啊，就是他们慢慢的就不想来上班了。其实这个人就是这样啊，你一旦这个进入一种这个不想干事儿的这种状态啊，很难出来。所以我觉得，
疫情恢复以后啊，整个行业重新洗牌，会有很多新的机会，包括很多创业，很多中小企业可能因此呢就消失了，但是呢，我相信会有另一些新的企业去取代他们。那大公司也是一样，现在很多这个应该叫百废待兴哈，各种各样的行业慢慢恢复啊，那么很多的就业机会正好是我们一个，或者是回单原单位，或者是去创业，或者呢我换一个单位，正好是一个跳槽创业的一个新的一个起点啊。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的观点啊，我们以后关于这个疫情啊，我们还会跟踪的报道，关于未来这个经济的新的热点，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学员财经的这个。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您对于解封背后的分析。观众朋友，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或者有什么希望我们讨论的话题，请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都会一一回复。我们下期再见。